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马海毛的毛衣，特别好看。这个是柔焦粉色，它总共有好多个颜色，而且款式也是有点不同的。我觉得这款颜色是挺好看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颜色回来，到时候开箱装给大家看一下。顺便还在另外一家店铺买了一个加绒的一个牛仔裤，这款牛仔裤我买的是 S 码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马海毛的毛衣，这款针织衫呢，我觉得收到手是特别柔软，而且呢，它上面是这种长毛的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柔软细腻，感觉是这种镂空大网眼的，很好看。氛围感满满的感觉，到时候不知道穿上身效果怎么样。这个毛呢，它是有一点掉毛的啊，介意的我觉得还是慎入吧。不知道穿上身的效果怎么样啊，因为这种长绒毛的话，它就是多少都会有点掉的啊。我看一下袖子，袖子呢是这种常规的啊，宽松的一个版型，这个比较适合单穿啊。如果做内搭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啊。这个是花了199块钱买的，而且它还不包邮，我还出了5块钱的运费啊。看一下这款牛仔裤，这款牛仔裤的话它就一个颜色，但是它有丹宁和加绒的，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就买了个加绒款给大家看一下，使劲捏一下它也不会掉毛啊，有一点点小浮毛是正常的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版型，它是一个直筒的，大家一直要我出的加绒的牛仔裤啊。大家看一下这款颜色呢，它是比较百搭的，看一下后面手感做工都还不错的啊，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做工，里面的做工都还挺好的，这个只花了100多块钱买的，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。现在把这一套呢穿上身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我是贴身穿的，它的颜色还挺好看的，不过我贴身穿的它是有点扎人的啊，所以这款我觉得大家穿的话呢，可能就有点鸡肋了。上衣我们先忽略吧，因为它多少是有点扎的，不适合我们单穿，除非你特别喜欢的话，里面一定要穿个打底的啊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裤子吧，这款裤子版型真的还不错。很显腿直，而且它也是比较修饰腿的，是个直筒的，它是宽松的版型啊，所以就比较显瘦。而且这颜色我觉得也很好看，可以搭配任何针织衫的。我们看一下后面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条牛仔裤还是挺不错的啊，可以搭配任何针织衫穿啊，不一定非要同款。裤子呢，我买的是 S 码的，最小号，它尺码也挺多的，性价比真的很高，我比较推荐这条裤子。这条裤子真的也算是保障款了，非常好看。搭配一个包包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效果。下面的话我就搭配了一个小白鞋，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运动鞋，老爹鞋都是没问题的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条裤子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哦。上衣的话呢，多少贴身有点扎，然后就不太推荐大家购买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